心怎么交乎你，感受着真甜蜜，阮心内早就最好准备。望你来疼惜，互相扶持，感受幸福滋味。你无希望想起过去的代志，那是心理上的问题。无需要吃药啊，你嘛无需要接受特别的治疗。高分的山真水，有时间咱去故乡行行。坤叔，你真醒啊？我咧看病，你拢无弄门就走进来，一点仔礼貌都无。是讲，恁阿有医生无同情？煞毋知影，甲郑医生借的。哼，我就爱安尼缩小腹才溜会起来，想细领。无代志，你会将转去。安怎？你搁走来找阮查某囝如萍对吧？嗯？姑叔，你是想起啥哟？我想起啥了？陈志良，我都跟你讲过啊，离阮查某囝较远的有听无？姑叔，你别搁叫我志良啊啦。嗯。没人叫你志良，不然叫啥？你是读个歹字哦，志无后土，不然叫你陈志全好不好？你实在吼，我真无简单才接受你哦。你真不是款哦，做落跑新郎。阮查某囝是安怎？如萍遐歹哦，会吓惊着你哦，惊到安尼走去哦。回叔，当年代志不是你想安尼啦。我是真心爱如萍的，我嘛答应过你，我一定好好照顾如萍。啊，不过我跟你同款，咱两个拢是欠阿妈的，免来这套。查甫人我看透透啊，你就是惊人认出来了，逼你来娶阮查某囝，今天哦走去比上了，搁找一个两公的医生，母甲一个病人。外国起错，什么人拢认不出来？你是伫创啥话？柯叔，你也是搞认出来啊？我是讲，你那下搞啊？你想哪会认出我？你废话，我包公呢？你厝内面，迄狐狸精的肉味，啊，搁你身躯顶迄落臭汗味，我闻就知影啦，我闻就知影是你啦。哼，哪有啦？我问你。你答应讲要照顾阮查某囝，阮如萍即马咧消散落吧。你敢有煮鸡汤互啉？我教你讲内面咧藏啥，你会记？我知啦，啊个蒜头，啊个蛤蟆，较早你有阿干。哦，佫会记？嗯，安尼上好。我告你一个机会，即马食饭时间要到，你去煮一个汤我啉半碗。嗯，我会表走对。嘿，那是如萍妈妈。送我纪念品呢，明天拍无。柯叔，嗯，一个啦，有我叫我上班去啊。对吼，就是你，就是你的粗家当爹，要担志量啦。柯叔，这是咱的秘密啦。嗯。柯叔叫罗俊，担志量。也毋过罗俊嘛无反对，伊就是陈志良。是安怎？是因两个人的秘密。啊，这秘密到底是啥？你袂记得哦？咱的秘密啊，顶个咱伫个超市时，咱两个唱个《我喊时阵》，你叫我啥？歹人。对啊，我就是歹人啊。对啊，你本来就叫歹人，无要叫你啥啦？对啦，叫我歹人就对。嗯。
开始，阿弟妈，到阮家有欢喜无？本来真欢喜啊，不过好日子要结束啊，过来哦，歹过啊。是安怎讲的？你唔知啊？恁厝吼，请一个看护啊。我甲你讲哦，伊唔是人哦，伊是蜘蛛精哦。迄神医的精气神哦，要我去甲打打打哦，你赶紧的。去斗三工，紧去，紧去，紧去，快速，紧去，之前你看阿无方便，开始需要人去斗三工。苏娟伊个看人哦，拢真严格啦，伊会请看护哦，一定会道理。哎呦，你这歹人哦，实在哦，真话失望哦。本来我叫是你用去斗三工啊，结果你同款无路用嘛，半斤八两嘛。哎呦，我看哦，我这包工哦，家己亲身来去抓妖怪妖精，我来。鬼叔讲得无唔对，我确实真无路用。是安怎？柯医师叫罗俊陈志良，陈志良，我是不是有听唔对啊？这哪有可能啊？迄个陈志良。不是当大家面头前熟识啊！哎呀，柯医师空空点点啊，我无需要把伊话当作是真的。也毋过，柯医师若是叫唔对，是安怎罗俊无反对，佮讲？是因两个人的秘密，搁爱柯医师叫伊歹人，敢讲我甲罗俊结婚二十多年来，伊从来无要甲我讲伊过去伫台湾代志，所以伊骗我伊去台中，煞走去替陈秋红庆祝生日，因为陈秋红是伊的亲阿姊。真正是安尼，就会当解释是安怎一直以来罗俊拢这么维护邱如萍，搁予柯医师无来厝的，甚至只是着杨三太，伊嘛无咧惊。安尼想起来，一切拢合理啊。也毋过，陈志良若真正用罗俊的身份活落来，是安怎？这二十多年来，伊拢唔肯甲台湾的亲人相认，搁挑故意，予大家认为伊已经死啊！而且我搁会记得陈志良生得甲郑群一模一样，甲罗俊。生得完全无同啊！这又该要安怎解释啊？罗俊的过去到底有啥物袂当予人知影的秘密？伊的手机啊，内面敢会有答案？哎，姐。罗俊啊。哎，拄只你的手机啊，伫咧谈啊，我就想讲，你无把手机啊砸出去。哦，所以我才适当的提啊。我，你无趁这个机会偷看我手机啊，我内底就一秘密了。是啥物秘密啦？跟你说生一回啦，我手机啊，若有什么秘密，我那无说明嘛，哦。罗俊啊，咱是阿公母啊，啊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参详的，只要你老实对我讲哦。你若常常讲遐奇奇怪怪话，你是伫烦恼啥啦？
安怎？老翁老母我阁唔相信我。这真歹讲啊！人伫咧讲哦，困破三领笑，俩翁的心抓袂着。伊最近哦，拢真晚转来，无得卡你伫外口有小三啊，嘛无得卡哦，你心内有啥秘密，无想要互我知影。哇！你若是只想要做编剧啊，我著投资一部电影互你去写，来好无？哇！我咧无闲公司的代志，根本无闲无会煞，哪有时间咧找小三啊？而且哎。咱伫个同一间公司呢，我都无甲天照大公，嗯。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，那不是同一间公司，你就有迄个机会去找小三了、哦？当然不是啊，因为哦，我已经有一个足完美的太太啊，要对找一个比更加厉害的小三啊、哦。哎呀，你莫想讲你安尼讲，我就完全相信你啊、嗯。你无听人讲。甘愿相信这世间有鬼，嘛唔通相信查甫人迄支嘴。就算讲你无小三，你心内一定有秘密，无想要互我知影。吴小姐，你若咁样讲哦，翁某之间安尼较有趣味啊，我无反对。对啦，拄仔听柯医师讲，志成的牵我已经拆掉了，阿姨敢有才调照顾志成？嗯，一个真少年查甫囡仔。叫做周小安，虽然讲真少年啊，经验嘛无介丰富，犹过有一届哦，志成雄雄丢金，啊，伊啉着反应阁袂歹，我就想讲试用伊几工看卖，啊，刷落来伊是毋是会当留落来，就看伊个表现咯。嗯，啊，最近公司也真无闲啊，志成哦，都互你加操办啦，啊，哦，时间袂无，我赶去公司开会，啊，来卡说你啊，嗯。罗俊在我的面头前，也是有真侪保留。看起来，爱伊向我坦白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我即马干来当靠家己找出真相。罗俊，若真正是陈志良，那安尼郑群，就是伊甲邱如萍的亲生后生。只要提着罗俊甲郑群的 DNA 去做亲子鉴定，就会当知影罗俊是毋是当年迄个陈志良啊！我无需要后背药啊！另外。总裁，我等来。南部迄两间加盟店的违约处理得安怎？总裁放心，我都处理好啊。总裁英明，当初精心设计的加盟合约，甲加盟商夹个死死，代志才会当进行甲遐尼顺利。客服店，我料到因并无完全使用咱总公司提供的原物料。竹山店的卫生环境不合格，再加上因拢无达到业绩标准，所以我就利用因的违约事项，以下游的精神内容，跟因解除合作，并且没收保证金。那因讲有啥物反弹的所在？反弹是一定有的，因为咱海游内底有竞业条款，甲咱解约了后，三年内底袂当从事相关行业。啊，不过会当做到今嘛，伊嘛算是回本啊，并无了钱，所以安尼对伊来讲，嘛算是仁慈啊。
阵仔你都要较注意这加盟商的反应，啊，搁有尽量卖烦甲媒体接触，讲一寡有话无话。总裁放心，咱一切都是照下游咧行。若是媒体方面，下游内底嘛有讲，加盟商若是散布任何对公司的负面评论，咱拢有权利对因提出损害商誉的告诉。而且因家己嘛知影，是因违约在先，若是要甲咱硬端的，吃亏的是因家己。南部这两间加盟店业绩无达标。之前我才来烦恼，讲明仔处理这两间店，想袂到，拄好咱抓着因的违约，还拄好啦，趁这个机会，有这两间加盟店收起来，家的保证金没收，都会当减少因无达标的损失。讲起来，这两间店收起来，嘛是件好代志啊。总裁深谋远虑。我挂还有媒体称为餐饮界的经营之神，做生意无一种一千买八百卖的代志，形象甲公司同款，拢是爱经营的。你也知影，媒体若甲你铺了愈悬，就会甲你削了愈重。所以加盟商甲媒体一边啊，一定要帮我较注意一下，绝对袂当有任何顶当。是。总裁办公室你好，好。总裁，店经理都已经在会议室等你啊。好。交通大队，你是不是监狱所在？刘小姐。今仔是天心楼店经理回来总公司开会日子，你这个小小后生做来遮创啥？啊，你是不是搁想要做了白啊？我甲你警告，你若是想要继续伫阮公司上班，目睭得爱较好个，莫惹我生气。若无我唔管你啥物人介绍来，我一定袂让你好日子过。我不真哩无聊啦，专工走来才甲你打小报告。是啥物人要伫遮打小报告啊？无啦，爸，你去店里啦，我是咧家遮哩哦，拍遮就好啦。威廉，遮内面迄个伤是毋是你造成的？当然毋是啊，爸，你毋是甲我讲过，爱财惜财，我爱遮哩，我惜遮哩，对不？嗯。总裁，对啦，啊，我伤哦甲总经理无关系，是我无设立个目的。请问你今仔日哪会来总公司啊？报告总裁，阮店经理爸爸跑道受伤，所以临时挂得去，才跑来替做报告。本来是安尼啊，煞袂应人介绍，伊是我的秘书，叫张新梅。前几阵仔拢在南部替我处理公司的代志，今仔拄我回来。以后若餐厅啥物代志要报告，找伊就当找着我。张秘书你好，我叫刘佳丽。你好，你叫我小梅就好。哇，差不多要开会啊。这个小梅敢那有淡薄仔不熟，我敢是伫倒个机关伊啊？刷落来母亲节就要到啊！我相信各位经过这段时间，还有防疫训练以后，对这个母亲节的策划案一定有真侪想法。啊，无咱就去南部的高雄叶经理来。是。总店的店经理哦，因为厝内底有一挂代志，所以我来遮代替伊报告。啊，针对于即届母亲节促销活动，阮总店有两个重点。
第一就是我们把用餐时间分成三个时段，5:30、7:00、8:30，啊，其他时间哦，我们做全面的消毒，让消费者坐得较安心。第二，针对不敢出门的消费者，我有提供外送到府的服务，并且我们用的不是一般的外送餐盒，是跟餐厅同款的餐具，还有摆盘，让消费者感觉就亲像来餐厅吃饭这么享受。啊，其他的细节吼，迄企划书内底拢有写，请大家参考一下，多谢。我看大家反应一定跟我同款，拢对总店提出这个企划案印象特别深刻，嘛感觉真完整，对吧？等一下，我这嘛有一寡想法，想要讲出来，我大家参考一下。大家企划案，我听来听去哦，拢是老招啦。逐摆母亲节拍的拢是亲情牌，虽然感恩消费真有效，但是拢无新意啊。我有参考过大数据，咱天心楼上大的消费族群拢是少年人，少年人咧想啥？不按牌理出牌，所以我认为这摆一定要有创意，用酷手方式来做。酷手。是变作酷手，咱天心楼会当一摆疫情稳住营收，可就是逆势操作的精神。所以我认为一摆母亲节应该推出一个妈妈搁拍我一摆促销方案，只要伫母亲节期间带妈妈来用餐，临点菜的时阵就叫伊把手伸出来，叫妈妈提手，甲拍一个，安尼咱会当上一个棒下出孝子的特餐，而且搁会当拍8折。这个方案哦，唔呐会当提起少年人爱尽孝道，佮会当好平时做操劳的妈妈出一口万贵，名正言顺的家事人呐。你看，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好棒棒？恁大家认为安怎？你免讲啊，我拢知影，你要甲我学了，就是关系我案哦，我目睭起来。都会当销售比你好几百倍。其实外口真正少少听到这款的活动，真趣味。我嘛感觉袂歹。小丽，啊你认为呢？我认为吼，总经理 idea 是袂歹啦，啊，不过执行起来可能有淡薄仔困难。啊，毕竟人一家伙在咱餐厅欢欢喜喜庆祝母亲节。阿帅的妈妈在正人面头前拍家己的后生，安尼会甲气氛不了无好啦。搁再讲哦，每一个人的出来的状况拢无同，若是伫现场制造亲子纠纷，到时阵会去惊扰到其他人客，安尼真倒麻烦。那咧，你讲看卖，爱安那才当吸引消费者来咱餐厅庆祝母亲节啊？其实现在已经没有棒下出孝子这款老旧的观念了，我认为若是想要引起注意，可以换作让孩子当面讲出对妈妈的感谢，请服务人员录下想对妈妈讲的话，然后把它制作成短片送给消费者，也可以放在我们天心的官网进行投票，制造网络话题。我认为这样可以让提到消费者的资讯，方便下一次的推销，制造回客率。安尼敢会收落嘛？刘佳丽，你规日建议哦，待伫餐厅替妈妈洗卡，有画面，食饭的时阵佫加一个气味，永生难忘哦。我今日是把我的心情讲出来尔。过去哦，我做真侪代志，互阮妈佮阿妈伤心。我想要趁母亲节这个机会，甲对因感谢的话。亏欠的话，拢讲给伊知影。啊，就参照总裁今日直直讲的，将心比心。我相信哦，有真侪人甲有同款想法。你阿钱臭啥？无啦，我是感觉刘佳丽想过八卦啦，直直甲总裁的话，
提出来讲，搁就爱甲阿妈这块新厝牌啊提出来用。刘佳丽，你无清楚，你敢若是一个小小后生，你无资格直接互电话上来。我敢若是讲错我的意见尔，我无其他意思。好，即个我决定啊，得用重点提出的气案，和加上佳丽的想法，做这个母亲节促销活动。爸，这是公司叫我总裁。阿哥，你莫常常想一寡有空无顺的代志。我跟你讲，做一个企业是要长期的培养。阿哥，咱天心楼的做法，就是这种精神，爱将将心比心的经营理念继续传承落去。我感觉我的想法真好，完全符合啦。参像你拄则讲安尼，爱妈妈伫个囡仔面头前拍伊的手，这算什么体统啊？不过伊的想法会当代表大部分消费者。亲像这款爱得路的人，一定有真多对不起妈妈的话要讲。不过这个社会大部分的人拢是清清白白、无暗地好人。好啊，我不管别人过去安怎，只要肯为我做代志的，我拢接受。我即马正式宣布，刘佳丽、破立森。储备店经理，总裁，唔通啦！啊，我才入嚟礼拜公司呢，我阁有真侪所在耍下先，我相信哦，阁有真侪人比我适合储备店经理这个位置。你免谦虚啊，我讲有资格就是有资格。爸。总裁，伊敢若是一个小小的后生，伊凭啥物升储备店经理？就凭伊总经理提出来意见，伊敢伫你面头前提出反对，这就是伊的价值，这就是伊的胆量。我要来员工，毋是敢人听我的话，对我糊糊塌塌，我爱。只要有胆量的人，你若无较认真嘞，你就准备用淘汰就好啊。任何人拢同款。大经理，恭喜你！恭喜恭喜哦！多谢你。今仔回来开个车，小妹，叫来办公室。到客户部，用刘佳丽这个客户作为这个母亲节活动的宣传。是。李白。爸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总裁，您大伯讲，我先出去。唔免。你是不是对我拄则决定有啥物意见？我唔对，你哪会当想刘佳丽做经理？伊才拄入来公司无偌久，试用期也未过，就马上删一条，安尼一定真侪员工有意见的。你讲真侪员工有意见，是啥物人？是你这个员工吗？那也是我，我堂堂一个总经理，哪会去教一个储备店经理计较？我是就事论事，真像刘佳丽这种歹地位人。那不是因靠因阿妈，伊连哦替阮倒粪扫的资格拢无啦。结果咧，你后来上班，我无意见。你升伊做储备店经理，大家也是知影的，一定会讲伊这个职位是靠因阿妈，我的头领者换来啦。阿六的想法甲看法，甲我无一点仔关系都拢无。
我用人自然有我的方式。什么方式？敢是刘嘉玲阿嬷给你的压力？我若是这么在意秀芬阿姨给我一点人情，那当中我就会答应刘世昌的投资的计划，是安怎我？因为我做的代志拢是为咱集团的利益，若无利益的，我绝对袂做。这就是我做代志的原则。刘家烈这段时间，以我观察，伊真认真，嘛真骨力，真拍拼。我感觉伊是一个真栽培的人才。拄则你讲出的看法，伊马上对我提出伊修正的方式啊。老毕头脑，我比伊哦，搁好几啊百倍。敢有影？啊，毋过伊替李文珍处理你离婚的代志，全民皆知。你即马变成全民公敌，无条件离婚呢？爸，你知影伊说起我，安尼你是调过去找一个我的死对头来对付我？人伊做一个律师，处理伊甲律师处理的代志，本来就对的啊。你即马是安怎？见笑当生气，哪里是你是非不分哦？这下你的头脑真巧，搁知安怎变巧？人讲做鸡就爱请，做人就爱变。这下你请在你我投资，你若想要赢伊，你就变好好看。爸，你提一个有歹态度的人来跟我比，这毋是提鸡腿来比大腿。太过看不起我吧，而且做律师跟经营餐厅是两回事。我是一个留美的气管硕士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定去天心楼总店甲监督，我特别看伊到底有偌优秀。安尼真好，但是你唔通无缘无故你超过要找伊麻烦咯。啊，佮有你唔通哦，加顾我滴，厨房内底嘛要小看者。爸，哪里无代志，我先来走。总裁，是安怎你要破例成刘家烈做储备店经理？做一个企业，重要的不是干那外口的竞争，内部的竞争嘛真重要。我听过伊安尼做，就是要激发因的战斗力，啊，够有荣誉感。你也知影，咱员工内底人伫互相比较，谁拢袂用比落去，因为惊失去迄个民主。所以我就是调过伊安尼，要激发伊的战斗心。啊，毋过即个方法对总经理敢有效？你捌听过鲶鱼效应吗？挪威人最爱食沙丁鱼，啊，毋过沙丁鱼做办公，做无爱运动诶。遐台湾人掠到沙丁鱼的时阵，把伊拖入来港口，遐沙丁鱼就拢死去。所以后来伊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你外海掠到沙丁鱼的时阵，带伊来港口进前，放一尾鲶鱼内底。鲶鱼是最不爱食沙丁鱼的，啊，不过沙丁鱼看到迄尾鲶鱼的时阵，伊就各种一直想，惊去有迄尾鲶鱼食去，所以。遐沙丁鱼拢充满了活力，以后挪威人食到沙丁鱼，拢是活跳跳的沙丁鱼。我了解了，所以今麦总经理就采取这尾死的沙丁鱼。总裁，你将刘家烈这尾鲶鱼带入去。总经理因为无想要认输，所以就只好激发潜能，拼死嘛想要表现。我就是要让因两个人互相竞争。威廉即马当作伊是新中集团的接班人啊，一点仔战斗力都拢无。伫遮尔啊熟悉的环境，伊若无战斗力，以后是要领导咱新中集团？我知影，总裁，你的经营哲学真正足让人佩服的。我嘛真期待安尼的竞争会激发出总经理的潜能。
今嘛嘛得要继续观察，绝对袂奈何家里七尾鲶鱼，甲威廉七尾沙丁鱼食掉。总裁，你认为刘家烈敢有这才调？刘家烈这人真认真嘛，真拍拼。我相信今嘛，让伊做经理，伊绝对无法度挽救的。那恁个现在搁要栽培伊？你唔惊以后伊变大尾，会无法度控制？我栽培伊，会用甲伊收银立变。啊，不过你外口，我就唔知伊安怎发展。凡事有一天也变成我的。刘佳丽跟高宇飞应该分手啊。我应该无需要让总裁知影，我甲刘佳丽的前女朋友有口角。刘佳丽，这里赶紧是要倒，你是不是想要赶回去跟恁家的人讲，你靠恁阿妈的头领又搁要三级跳？我开会开煞，要回去上班，安尼会用钱吗？干安尼，刘佳丽，恁阿妈的道恁真正是威力无穷，竟然当互恁细佬的一家伙啊，伫阮爸面头前讨债讨债。你甲恁哥刘佳瑶应该拢是遗传着恁爸的道理，不怪外口人拢讲恁爸仔囝是刘家三渣男，真正是神机，不要脸天下第一啊！黄威廉，我心里我会当去恁参加上班，是靠阮阿妈拜托来的。啊，不过我真认真拍拼咧做工课。我认为我无做唔对代志，请你莫牵拖阮出来底啦。小丽丽，讲到袂爽，我甲你冤枉同款。你敢知恁爸怎会找阮爸？伊叫伊哦，家己已经拗店拍起来。阮爸甲拒绝了，伊就无要死心了，走来坐啊，叫我来投资。我看恁爸真正是头壳痛苦哩，啊他妈笑倒。阮爸叫总裁，家己成天拍落来，我省着唔通这个代志。想嘛知影。恁爸挂号，你靠恁阿妈的道理，伫天星楼找的工课，你嘛想要复制加一。不过哦，伊无收过，就算恁阿妈的道理较情深意重，嘛无几百万的价值。各位，我有话要讲煞。上课就是恁哥刘佳，伊抱阮舅母李文正的大腿，做个杨氏物流的副总。可见刘佳瑶是一个渣男小白脸，甲李文正这个 bitch 哦，天生一对。现在这对奸夫淫妇，还想要用 BP 的手段，跟思思手囡仔的监护权，我感觉思足可怜。当初奈把酒叫喇叭搞掉，去嫁予这个人间极品笨手，我真正袂杀袂杀你，我袂冤啊！阮哥甲李文正的代志，甲我无关系。你若想要知影，家去问伊。卖甲代志扯甲离异哩，你当初是死要钱的黑心大律师，你老实讲。李文珍跟刘佳瑶还排私事的手段，是不是你搞？我从来冇插手你的官司，你信不信啊？谁在你？就算跟你无关系，麻烦你甲恁哥刘佳瑶动一下，了摆无落魄的骨，风水轮流转，做人爱留一挂落魄。啊，搁有，甲你的爱亲戚再动一下，卖三不五时，就甲恁阿妈的道理搬出来，想要偷物件。阮爸甲阮哥做个代志哦，我无法度替因解释啦。啊，不过不管伊做啥，拢甲阮阿妈无关系。我阿妈是一个真善良单纯，处处替家己是伫世上的好妈妈、好阿妈。伊是伫世间上上好的阿妈，我不准你批评伊。莫讲批评，遐尼歹听啦。我是讲阿妈爱检讨，先那教孙教囝，奈教出来一家伙啊，拢是渣男呐！啊！是不是恁家的风水不好？一定是安尼啦！我甲思思提醒哦，叫囡仔莫嗲去恁家，那么靠恁家的渣男为着，太安尼。黄威廉，你这样想要不讲啥？我屯恁面是我惊你哦，我是带人总裁叫你照顾我，这不是要跟你计较？
我见过你了。你若是搁甲批评我出来底啦，还是对阿妈无礼貌，我绝对会帮你爽。哎，死鸡！我爸的办公室号就伫遮啦。你上好当下面跑，安尼我爸就会当看得出来，什么叫做牛看到不惊嘛是牛啦。亲像你这款前科男，哦，你更加悬的职位嘛无路用，因为你早晚哦会堵车，免直奔啦。哎，你甲亲戚讲哦，因阿妈豆奶过期啊啦，哟！你爸吼，就是爱安尼，现做现做哦，上较好食，好食个吼，我拢会分口食啊呢。你是火星来的是无哈？啊，就一支嘴尔，是安怎哪只包哪口食啊？你怪不得。这是形容词口食啊，是形容词，这种听无呢，安尼。高宇飞，高宇飞，啊，我的物件嘞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哦，阿哥来呀、啊！你咖啡还够点心？多谢你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的烤地吼，会包新口味哦、喔。没，我不知道什么新口味，我忠于我的原味就好啊，不知道哦。你拢不会用其他改变很在老了哦。你是呢？进来，我。阿姑啊，你娘一见面就打，连面看护来哦，你规工拢爱保养，拍一你的分身吧。别放心嘛，但是看护来，伊就会当照顾阿姑啊。哪里我以后不是做无聊的啊？你若惊哦，你就更加无聊，无要紧啊，我去看护娘给你，你也做无聊的哦。我吧，迄个人哦，我头一次看到叶勋哦，我就感觉足讨厌的哦。也唔讲哦，我第二次去看到伊的时阵哦，我就李兰啊，我就感觉更加讨厌伊哦。阿公，你别对周小姐有偏见啊，伊人袂歹啊。嗯，囡仔人你唔捌啦，我包公哦，看歹人看啊多哦，我看着就知啊，伊哦无话讲哦，迄狐狸尾溜哦，你走出来，迄骨卡就缩出来。你真正神经病呢？啊，有啥物动物？啊，同时间有牛卡，啊，佮有迄狐狸尾溜，骗笑你！唔要吼。透早就讲迄有诶无诶啦，我要擦死。妈，高早。阿姨，高早。迄个看护要袂来哦、喔？还够五分钟啊，时间袂够。一定会迟到啦！啊，来啊啦！阿姨，伊若无迟到，搁提早来呢。我去开门。高赞，高小姐，高赞，你食过未？啊，食过呀，多谢。头家娘，罗先生，阿公，大家高赞。高赞。我应该要安怎称呼罗先生较好？啊，你都讲赶快，叫阿姑就用个啦。阿姑你好，今仔日是我头一天上班，请你多多指教。啊，从今以后，咱相处的时间会足长的，若是有啥物问题，请你一定要直接跟我讲哦。周小姐，阮阿姑是生花一哥啦，啊，不过伊个人足好斗阵的。伊的饮食习惯，还有生活作息，我都写伫个这笔记本内底，你当参考看嘛。我相信对你的工作就有帮助诶。多谢。妈，你看宇飞啊，我用心诶，把这挂古文写写，都写入笔记本顶完啦。高宇飞，算你有心嘛？周小姐，以后阮小弟就要麻烦你了。妈咧讲，我一定尽全力照顾阿姑诶。啊，不过我看这顶悬写诶。生活记录，我是感觉阿姑的户外活动敢那少少啊呢。
啊？哎，郑文杰哦，你看护执照到底都已来啊？我的脚袂顶袂当呢，我是要怎做户外运动啊？哦，过来这讲呢。阿姑，任何人拢会当运动啊，啊，不过你需要的不是运动，是常常晒日头。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。我看今日天气袂歹，那么等下我送你出去行行。妹，好、哦，我想要踮咧遮做我的轮椅宅男，无需要。阿姑，你生到遮尼缘投，我做轮椅宅男太可惜了啦。应该做轮椅型男，一定会足迷人诶。嗯，我嘛要做了。我想介意哦，晒日头，晒迄落古铜色迄落，甲小麦同款咯。我即摆做包工哦，我嘛爱来晒，晒到咧哦。跟你乌团同款啦，乌密码安尼才好看。对、嗯，你赶紧出去晒日头，晒到乌索索吼。啊，我迄个看护就让予你，你进去。我不，唔、哦、不，迄看护是你的，我要甲飞飞出去。你干啥？好啦，哥，等下阿姑先出去了后，我再带你去洗洗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徛遐创啥啦？啊，咪紧去杀出去。你出去，我唔知会用甲飞飞出去。紧来啊！拜托姐吼，我还袂答应呢。嗯。阿姑，我拜托你啊，啊，你有算是甲朱小姐熟识一下安尼无？无好。拜托啦。算我欠你好不？那呢，阿姑，等下你早顿用了，咱就出门。没，即马哦，随时要出门。阿婆，这口罩的人哦，真正足奇怪，我挡袂掉。快迄智慧哦，爱用伫对个所在啦。我要去上班啦。好，拜拜。阿姨，拜拜。拜拜。哇，你真正哦，愈来愈厉害呢。阮家的人一个字互你收吼，一开始是我正义，然后换阮爸、阮阿姑，即摆对阮妈开始努力啊。我本来就真冰雪聪明，好无？真的。小龙。你敢唔感觉迄个左小姐看起来有淡薄仔面色？当然嘛，面色，啊，咱是公园才看过伊啊。我唔是讲迄个啦，是讲较早进前。你豆豆想啦哈？阿公，你唔是要出门？来，进来去。我叫你袂记。你唔来吃啦，行来去。在罗林家。拜拜，罗林摄影啊。到底倒位见过伊啊？即摆天气讲变就变吼，啊，不过会当出来行行，心情嘛加较轻松啊。最近的天气，就当作是遣散费。在你找到新的头路之前，我想应该会当减轻你的经济负担。阿姑，敢是我有做唔到啥物，你想哪要甲我洗头路啊？你无做唔到啥物，而且我知影你真优秀，只是咧，我无需要人去照顾，而且我嘛没关系，有人一更到暗对着我是苦逼。你总是把身边的人杀亏，敢是因为你无法度接受家己即卖模样，无希望别人同情你。你敢会感觉讲你话伤济啊？你要笑我厚面皮嘛好，啊，不过我会当了解你的心情，因为。阮家环境无好，
做细汉，不管去倒位，拢会互看袂起。所以，我总是离大家足远的。一直到我做康复以后，我才了解，不管是残缺，还是善长，每一个生命拢有我的意义。大家呢？你敢知影，是安怎我甲你讲话的时阵要哭落来？你是在讲废话，因为我站跪啊，我无都站起来，所以只好委屈你，哭落来。甲我讲的敢毋是啊？毋是安尼。是因为我想要用甲你同款的角度去看你目睭内面看到的风景，安尼才会当接近你的世界。变了，我对你来讲只是一个变了，你无做真尼用心。我无甲你当作是别人，也是头家啊。我甲你当作是朋友。我想要尽心尽力带你到三江，啊！不过你若是无需要，我嘛袂勉强，因为朋友本来就应该互相照顾、互相尊重啊。一日收起来，我带你送你回去，然后照你的意思离开。等下，我先问你。是安怎？你拄则讲想要甲我做朋友，到底是啥物原因？可能是因为你坐轮椅，总是爱举头看人，拜托大家甲你斗相共，所以我特别当了解这种感受，因为我嘛共款，自细汉第一举头看人的面色，有诶时阵哦。我会感觉红军那就爽啊！我离开以后，你若是感觉无聊，也是会当打电话。我知影有一个公园，有开足侪花，足侪品种哦。明仔，你照常来上班。林刚才带去拄则讲的迄个公园。阿姑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若是爱我，跟一对有同样二人组，大刚做伙，我感觉有一个看护，会当甲我讲。所以，我会当留落来。你拄则毋是甲我讲，你稍微出去行行，阿姑留伫遮要创啥？阿姑多谢。罗俊那是陈志良，安尼就会当解释，是安怎伊当年为育幼院抱走的囡仔是郑群，而且这几年佫一直为国外捐款给一间育幼院。那呢迄天，伊会走去陈志良摔落去的所在，佫讲甚物摔落去，转来到婚仔的这款话。摔落去，所以罗俊的面目啊，甲过去完全无同款。真有可能是因为伊摔落去的时阵，面去受伤。妈，我等来。妈，你等来啊？
你送高宇飞回去是吧？嗯。啊，你是在想啥啦？你戆神啊，戆神啊！郑权，你敢真正是恁爸甲邱如萍的囡仔？假使这若是真的，那安尼，恁爸仔是毋是拢会心歪伫邱如萍迄边？以后恁一家伙啊，是毋是会团圆？那安尼我咧？我要安怎才好？啊，无啦，我是伫咧想讲，恁阿舅最近迄个新康复，敢有法度适应啊？哎呀，你免烦恼啦，这两个人哦，要做伙，就是靠磨合嘛。我相信恁两人会越来越好。啊，对啦，有一件代志我想要问你啊，卡叔。你若是有一件想要知影真相的代志，啊，不过你若是知影这个真相，有可能会毁掉你所为一切。那呢，你会无顾虑一切，安尼追查到底，也是讲你会当作啥物拢无发生啊？照我的个性哦，我连查到底啊，就算到最后会报几声苦衷是啥，也毋过无想我的日子啊。我个不明不白啊，妈，啊你也想要问我这啊？啊，无啦，好奇尔啦。啊对啦，你最近甲你迄个如萍妈妈相处安怎？妈，我甲你讲，也毋可能唔通生气啊。无我向我死去的亲生爸爸手抓过啊，总有一天，我要甲我亲生妈妈带你去阴间。脱离尿酸大控制，我袂当和新新妈妈，佮害死阮爸兄弟，两个人大做伙。你莫大概讲到杨三太，你就这么无欢喜啊？无得卡你的亲生爸爸根本就无死，当初伊嘛无找到尸体啊。我当然嘛希望伊活的啊，因为这是无可能的啊。伊若真正佮活的，伊哪有可能无断看阮妈，也是阮阿哥？因家在感情这么好着呢？怀着阮爸这个事啊，我这做后生一定替伊报。郑群，我已经讲过啊，你莫插手顶一代的恩怨，你唔通袂记呢。洪腾即马是杨氏集团的大股东，你做任何代志进前，一定爱考虑到公司的利益，你嘛要考虑到恁爸甲杨三太的关系。好啦，我知啦。连明后个三公要运动啊，我先起来换衫。好啦，我敢真正要验罗俊甲郑群的 DNA， 验了后，就会当知影罗俊是毋是陈志良啊。我若知影真相，一切是毋是拢会无共款啊？要被验无？验过，罗俊若真正是陈志良，叫我要安怎接受这相处二十多年的翁婿是另外一个人的事实？而且陈志良的身上排遐尼侪恩怨，我知影答案了后，敢无法度会当甲较早同款面对罗俊？甲阮的婚姻，阮两人感情，敢有法度无受到任何影响？
而且，我是要安怎面对甲陈志良过去有关系的人？不管是多一项，我应该拢无法度接受。也毋过，我若是安尼离开，我敢无法度当作啥物代志拢无发生。林学长，敢有啥物代志需要陪到三间？我需要验 DNA， 做亲子鉴定。啊！四兄，你回来啊！我改变主意，我干嘛家也要一边？你来这从啥？阿姐，我知影恁的餐厅有在不状况，所以我拄只已经开支票给尤兰阿姨啊。哎，师兄，你看，你这未来媳妇哦，真正有够友好呢，家也会当娶到伊啊，真正是个福气。你去笑，那大家就钱啦。我哪有啦？我拄只甲伊讲哦，咱餐厅有淡薄困难，啊，结果伊就甲支票帮我摕出来，问我需要偌济啊。你这未来媳妇真正足大方的呢，尤兰阿姨，是不是我收过大主大姨把支票你摕来，你也就无欢喜啊？哪有啦，啊，你那只就是含慢讲话啦，其实心内啊对你这媳妇足满意的，啊，不过伊看到你摕钱出来招阮哦，伊感觉真歹势啦。伊不是生气啦，你莫误会。哦，安尼就好啊。我是想讲哦，以后啊，咱就是一家人啊。啊，较早过去遐无欢喜的代志，咱就暂时该放下。啊，对。啊，人讲哦，亲情莫计较，真正超有道理的呢。当然啊，莫计较较好。你参像较早你替我出现。注意害我害得遐尼啊凄惨，我嘛拢无扣分啊，对不？我甲恁阿叔哦，拢穷花啊，啊头脑无清楚啦。过去有甚物得失的所在，啊，请你莫计较啦，哈。做人面前咧无自尊啦。你点点啦，阿叔，我知影你真嘛，对我还阁有一挂无满意的，啊，不过我相信以后。你一定就会知影，谁是熟悉下做恁老家的媳妇。啊，当然是你呀！但是这点哦，我从来唔捌怀疑过。啊，你什么？您放心啦，等我到这后，摕着政府的监护权，我就会马上找金主来投资恁的餐厅。因为到迄个时阵，咱就是真正的一家人啊，对不？啊，真正的一家人，哪有可能会见死不救？啊，真好真好，那恁一切哦，来拜托恁啊！阮公司是不是会当继续经营落？来靠恁斗相共啊！啊呐，政府有权这件代志，你放心，我甲恁阿姐哦，拢徛在恁这边啦。点点啦。哎，到了，提东西啦。你创啥？咱两个一斗相共啊！你卖去顾你的面子啦！我即摆毋是顾面子啊，我无可能看李文珍继续设计思思啦，啊，我更加无可能看到我兄弟勇啊，和我家己的后生糟蹋母了啦。好，阿叔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件代志，你到阮无去遐讲明。哈，来不要紧，机票我得先收转来啊。来，收转去，退转去。无啦，文珍啊，啊，你放心，我会阁靠近你阿叔，这件代志啊。我处理得好，哈，好啊。那得给阿姐一挂时间考虑。假使讲你若真正想要加机票给我，随时拢会当提来给我。阿姐，尤兰阿姨，我先来走啊，再见。哎，真假真假。真假哈。
起笑哦，这是救命的钱呢！你做啥竟然想要行人啊？我到尾就是佳瑶对不起思思，一开始是偷吃，今麦佫加迄个小查某李文珍联合起来，要死给思思，不赖思思，要甲爸的工作是乌的。有咧啦，我老世上无甚物本事啦，我无才调挽救我家己的餐厅啦，因为至少我佫有良心啊，我无可能让恁两个欺负思思这个不孝的人啦，知无？无遐尼严重啦，怕奸护权官死就是安尼啦，我相信真仆人伊佳瑶遐。你待了一定静落来，啊死狗，思思嘛用去佳瑶遐看囡仔啊。但是无你想的这简单啦、啊，李文珍是啥？笑的呢？你敢看不出来？伊会对温孙真仆做甚物代志啊？我连想都唔敢想嘞。哎呦，袂啦，你莫甲后母想的遐尼啊恐怖，你家己嘛做人傲气，你嘛对小飞真好啊。你起笑，你替我甲伊比，我甲李文珍无共款啦。李文珍一开始被得到佳瑶，先叫人甲佳瑶绑走去。现在为了要争取真仆的监护权，他竟然叫人把思思关了酒醉，带去封到野外，不知道要对他做什么。这种心怀手辣的查某人，若做真仆的后母，我不知道他会对我的宝贝孙做什么事啦。不然你若不放心，你也能常常去佳瑶那看你孙嘛。咱餐厅现在就要倒了呢，佳瑶已经提钱出来跟我们斗三工，帮助我们东山再起。你刚才还对文珍的歹面相看。怎么？餐厅要倒啊，就随着他糟蹋了。你别忘记了，咱现在是在海底无收哦，现在真无简单，才有一只船仔驶过来。你若是唔上船哦，就等下哦刷伊家啦。歹势，我会晓收水，刷伊家我袂着。老细，像我甲你讲是真的啊。你若是要为了无必要道德是非，阻挡文征因抢监护权，死狗，你就等你做三等公民。什么三等公民？等吃等睡等死。你即摆已经无钱了，餐厅若倒，我才看你是要去工地打砖啊干，还是清粪扫。好啊，我去啊。哼，你哦、喔，你要敢那吹一个嘴啊？死狗一定做咧南部覕起来，甲这部拢等我一个人打啦。非得这件代志，我讲准算。你到底有是非无啊？是非是会用做饭吃哦。我跟你讲，即马有两条路你拣。第一，你继续徛伫思思迄边，啊，毋过即间办公室你莫阁阿打入来。啊，那第二，甲这张支票乖乖摕去银行弄。啊！不过以后加油的代志，你袂用阁讲啥。不好意思，您好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因为我妈妈最近较操烦啊，啊胃口变到无啥好，有当时饭阁食袂落去，我惊今日落去，伊身体袂堪诶。请问姐，你有啥物好诶建议？好，你对我来。这你会当替你妈妈准备即种营养品，这是日本居家照护营养首选。它虽然小小一杯，不过可以快速补充热量和关键六大营养素，包括糖类、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。哦，这真的很小一杯耶。是啊，这个营养精巧杯的设计是观察到有年纪的人时常胃口不太好，量大一次喝不完，分次喝又怕变质。嗯，这是给哦，真是就大心咩。是啊，而且它的杯底是透明的，里面是不是有沉淀物一看就知道，可以确保饮用无虞。安尼，让人啉起来会当较安心诶。是啊，而且它有五种口味，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口味。就算每天换一个口味喝也不错哦。遐尼侪选择，一点都唔知影要怎选啊。不知道怎么选，可以先买这个综合口味的礼盒，再看你妈妈喜欢什么口味，这很方便携带，你妈妈就可以随时补充营养了。好，你炸登记给妈妈看。哦，那呢，我先提这好啊。好。
思思。哎，佳丽，哇，你照顾不快呢？啊，听威廉讲，你最近在天星楼做工快啊？是啊，我想不到这世界这么小，我之前替李文珍跟伊拍官司，想不到潘威廉竟然变成我的头家。思思，啊，你最近过得好不？你的面色看起来感觉不啥好呢。最近哦，都代志有较多啦，有较烦。你刚是拢无困好啊？我有听讲啊，阮哥竟然甲你接手阿婆的政务权。是啦。你放心啦，这囡仔哦是你自细汉你照顾的，而且你嘛甲伊照顾了真好势。我相信法院一定会甲政务权判你。我嘛希望是安尼啊，不过恁哥哥用一寡手段来设计我。台湾好社工有不好的印象，所以这两届家事调解拢失败。啊，过两天我台就换一对不公堂，嘛不知结果会安怎。真正是辛苦你啦！你为了这个囡仔付出这么多，结果我哥却一条话袂讲。我而且哦，代替我哥跟你回信嘞。佳丽，你无做代替恁哥搞回信嘞。啊！听我爸妈讲，你出来了后，重新振作啊，一年一年做工课。你的第二人生才拄要开始，你得爱记啊，要好好加油哦。多谢你啦，思思。嗯。你也是参照较早同款，这么温暖，一直甲阮鼓励呢。无参照阮哥啦，变甲这么济。自细汉哦，伊就是阿妈上疼，厝内底上有出头的囡仔。结果现在才变成一个把乌的工作是白的，只想要追求金钱，还有权势的人，我强要不把他了。其实拍江湖权的关系，可以把人性的丑陋面看得清清楚楚。明明我是一个一直尽心尽力想要做一个好妈妈，我把妈妈跟真普看得比你的性命更重要。不过偏偏恁哥就让社工调解委员误会，我跟我爸妈不适合照顾囡仔。最后法官也真正安尼认为，我是不知道要安怎。听起来哦，因背后有一个厉害的律师在下指导起。思思，我建议你马上找一个好的律师，甲伊参详要安怎做，才有可能会当判赢这场官司。那律师我嘛已经找好啊，不过我是真不安啊，因为我到今麦阁找袂到对刘家有不利的证据。法官判决的标准是囡仔破偶像，才是对伊上好的。所以你卖着急，万别去阮哥影响着。你若是当找着阮哥的弱点，好好做利用，搁找着证据做举证，我相信哦，你一定会当争取着囡仔的监护权。好，多谢你，我等起来好好想看卖。你若是有啥物法律的问题哦，你当问我啦，我是徛伫你这边的。我相信，囡仔若是交予阮哥，也是李文珍照顾，绝对袂参像你这亲生妈妈同款，是以爱为出发点，安尼陪伴伊照顾伊。思思，我支持你啦。佳丽，多谢你啊。那安尼，我先来去买物件。嗯 ，thank you。你就是
你捌字哦，我嘛捌字啊，我嘛要看报纸啊，对不？算不知道吼，社交距离1.5公尺。我还没看呢，你安尼无代无志，乌两空，我代表安怎看啦？哎，我咧唔在当，哪看报纸，哪看你啊？对不？安尼啊？神经病！哎，神经病哦，神经会好啊？你读到咧戆戆哦，迄袂好人，你较可怜啦。我跟你讲，来来来，我这吼有两块蛋糕吼，我分你食，安尼你会较欢喜，对不？来来。我知道你爱吃，你今天要请我吃，吃，给来，嗯，好，好朋友哦，一起分享啊，哦，哼，好吃哦，算你有良心了，那我爱吃蛋糕，你跟我同款，咱两个同款，嗯，哎，太香哎，好吃，这对味啊，我也是，嗯，我平时我都吃出来吃，真的，来等嘞，等嘞，啊，辉叔啊。你爱食甜的，爱食西无营养的哦，你家己食就好啊，莫害阮小弟啊，摕来，摕来啦，阿姐，阿姐啊，我来咧，你哦，你食是毋捌回呢，迄甜点哦是心灵良药，迄食落去哦，最亲像我即巧啊，哦，你巧哦，你家己巧啊，你莫害阮小弟哦，死巧巧就好啦，袂啦，哎呦。不好意思啦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你，哦，都听我讲你有良心，你根本就无良心啊！哦，今麦拢几点啊？迄个周小姐还袂来啊？哦，我就知啦，像伊这款哦会迟到的人哦，就是对家己的工课哦无认真、无负责任啦。志成啊，志成，安怎啦？我看哦，迄个周小姐哦，无适合做你的看护啊啦，哎。哎、欸，你的想法哦，跟我赶快，我跟你讲，迄、那个妖精吼，我闻迄个味就知影吼，妖气足重的，唔好回去吧哦，回去吧吼，嗯，恁小弟哦，命咯，无去哦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你就免烦恼啊，像伊这款这么少年的查某囡仔，无可能浪费伊的青春在我的身上，而且我嘛已经提醒伊啊，嗯，啊，你是提醒迄个周小姐安怎？你别看我，我无可能去开门的。我知。什么人啊？啊，姚家，你姚家来，你姚家来，你姚家来，摸去吧，摸去吧。妈，你把锅送起来了。妈。头家娘，阿姑，是的啦，啊，我因为头早无挂着公车，所以才会迟到。周小姐，迟到那是你的习惯哦。那安尼哦，我重新评估，是不是要继续吃呢？我跟你讲啊，我用人真注重时间观念啊。我看你哦，没有什么时间干你。头家娘，我保证绝对袂过有后一届啊。嗯，有一落二，有二落三，有三落四，有四落五，有五落六。头家娘，我保证，这个绝对是最后一届，因为阮家住足远的。我来这爱换两班公车，而且阮到遐个公车又搁足久才来一班，啊！我今仔日袂负责着迄班公车，所以。所以你坐无公车，无你上早会来啊？我骑脚踏车去叫公车啦。啊？周小姐，我需要用的人哦，毋是一直犯错，然后一直甲我回事的。我看你哦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，
搁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妈，你即马随叫伊走，无我厝内面会做危险的哦。不管，甭管哦，决定哦，要亲身哦来救驾，来救驾，叫救驾。卫生员，快来啦！阿公，安怎？阿公，这你是医生嘛？啊，我是看护啊，这少林的代志我来就好啊啦，吼、来，你坐啦。你给我放开，你这邀请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叫我法海来给你收起来。阿公，你就该看册是无？我跟你讲哦，我遐有一本《白蛇传》，足好看的哦。啊，你若是乖乖坐嘞，我就明仔再来这里看，好不？行，有影好看呀。好，不然吼，明仔再来我看。我好看内面哦，看我安怎哦，收拾你这白蛇哦，白素贞哦。周小姐，袂歹嘛，你会当把这个老饭店应付到安尼点点点，凭你这点嘛。好啦，那安尼阁予你试用几工，爱会记哦，不要再迟到了。啊，多谢你多谢，多谢你多谢。啊对啦，最近哦，阮小弟肠胃无介好。阿姊啊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看护拢迎来啊！你紧去上班啊！哦，哎呀，志成啊，我听你的意思，敢那是真认同这位周小姐做你的看护哦。啊，无咧，周小姐，出来，阿公哦，遐唔得蛋糕，迄白是我的，你替我摕来好无？你去上班啊？阿姑，嘿，这蛋糕哦，热量太高啦，底下又搁是精致食物，对身体不好啦。啊，你若是想要吃甜的，要不我下水果给你吃，好不？哎，对，安尼就对啦。麻烦你哦，加切一挂水果，给阮小弟吃啦。无问题。好啦，我们来去上班啦。紧去啦！要你操烦啦。我给你路上小心哦。哎呦！阿姑，我跟你讲哦，即马山顶迄油桐花开到足水的呢，咱等下采水果，然后去赏花，好吧？油桐，你讲我会做啊？是啊，我知影有一个步道，迄人烟稀少，拢无人敢那仙境咁款哦。啊，好，无你坐等于我的房间，我要做我的相机去。好哦，系啊，惨啊！迄蜘蛛精要来砍死做寿安尼，哦，你唔通去啦，你安尼去吼，袂转来啦！我跟你讲，阮死无活，唔好去啦！嘿，你若敢认啦？阿公，你讲啥？我还当听无？我跟你讲哦，我会记吼，我伫网络顶面有看过迄影片啊，影片里面啊，迄桃花落来啊，真正敢若落雪同款，足水个。是啊，还是你真正讲的。哎呀，今晚变怎？哦，这道哦要变作盘丝洞啊！蜘蛛精拢几排呢？你妖精变几排？哦，一看戏，危险。妈，啊，生用品哦。需要买来送你，给你保身体。哦，买呐，营养品哦，给你阿妈吃就好啊，我无需要。是安怎无需要啦？你哦，愈来愈瘦啊，是不是都无好食饱？这补品哦，是我专工去买，给你保身体啦，爱吃哦。好啦。也够啦，我够有买这本要送阿妈。哎呦，我都听讲阿玲回来啦，我好烧个啦。哦。阿丽啦，进来，请我小顿去领位。阿妈特别吼，甲你弟妹，你知无？哦，烧啦！哦，烧。你搁特别顶汤话领哦？嘿啊！那呢，我有礼物要送你。买礼物要送我？嗯。阿顶摆买顿阿遐保养品，阿搁你卖完哩，唔通搁买啊？唔是保养品啊，阿妈，你先甲目睭开开。好啦，开开，目睭开开。紧啦！安尼好无？嗯？阿妈，啊，你要看卖啊，这礼物是啥？这是。
我不是很金的啦，哈？会啦会啦，很金嘛吼。嗯，我想不到你要，一定是一条金破的。哎呦，我真是的呢。阿丽啦，你别再这贵的物件，我都是金买。紧嘞紧嘞，提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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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妈，我早来约着你阿妈安尼讲。阿妈，之前我甲宇俊结婚的时阵，你有送我一条灯啊。迄时阵哦，我唔知影珍惜，佮嫌伊伤过数。你心内一直感受无好哦。袂啦。阿妈的眼光哦，甲恁遮少年人眼光都无共款哩。袂啦，我都要买。你刚提灯，提掉，提掉。无啦，阿妈。我知影之前哦，你为着我去装钱，互我拍官司，结果你家己条链啊卖掉啊。我伫内底才收着这个代志，我现在是做不得过。阿妈，妈，我知我过去。予恁真伤心，真艰苦。我希望送阿嬷这条人啊，会当加减弥补一寡我过去的不好。阿莲，你安尼哦，有一款好心，阿嬷就感动的。啊，是讲这只贵的物件哦，你也买买给我啊，啊，有钱俭起来。有啦，我有欠啦，我才拄升做储备店经理呢。搁再讲啦，我有领着业绩奖金，啊，迄银楼嘛有母亲节活动，我无卡偌侪钱啦。啊，毋过，啊毋过啥啦？啊是迄款式你无介意啊？那无，我搁带你去拣一条啊。哎，别咯，这个钱我当拢介，那恁买好我，我当拢介意啦。阿妈都讲介意啊，紧去挂起。哦，嗯，妈，我来挂。哦妈，嗯，他没讲我真正水呢，对哦，水，你真正做适合做黑贵妇。哎呦，阿兄阿丽啊，第一天新楼上班哦，无大家失望啦。那个阿庆嘛，就欧若雨呢。有影。嗯。所以讲，家里，你看卖，只要肯拍拼哦，大家一定会接受你的吼。我刚刚捡人先起来做储备店经理尔，可能我刚刚背书是啥物大头家哦。嗯，这嘛不是无可能的代志啊，哦。丢咩？我还相信讲你一定做会到。喂，你哪袂记的呢？你阿妈啥物人？老黄秀盆呢？嘿嘿嘿，我这孙哦，一定的哦。阿妈，嗯，妈，多谢恁啊，这么鼓励我、支持我，我哦一定认真做，绝对袂让恁失望。你情绪就好啦，身体都爱顾，袂伤忝。对啦。啊有嘞哦，打拼赚钱，钱嘛爱俭起来。阿伯唔能够买物件给我，到时都变卖哦。啊个有嘞，那个娶某，阿妈即马哦，干那五万你一年了呢哦。我知啦阿妈，我哦会认真打拼赚钱，互你干妈做生意，卖做个真辛苦。袂啦，没那辛苦。阿恁姐姐个妹妹哦，常常拢嘛搞我斗相共，我甲阿妈袂辛苦嘛袂忝。把古玩目标是侯林这金钱贵妇女。不要。阿林，大家拢在啊。看起来我的出现破坏着你大家欢喜的气氛呢。无啦，我今仔回来是要去我的房间摕一寡物件，稍等下随走。啊，你个动作无看到我就好啊。等一下啦。
佳瑶，你敢一定爱个思思，想请囡仔来干保管？敢一定爱那种，我大为难。妈，这摆电脑是恁的为难我，总不是老家的子孙啊，我甲讨当有啥唔对？因为我心肝内，知影讲你唔是单纯爱囡仔，唔才安尼做。你是因为没有事事歹看，你要对付伊，唔才会甲伊抢囡仔干好款。妈，我是囡仔的爸爸，我哪有可能无爱伊啊？好啦，我知影，你即摆已经对我偏见啦，所以唔管我安怎甲你讲，你拢提袂入去。我先去房间。等下，阿瑶啊，你遐坐哩，阿妈有话要甲你讲。来，哥，过来坐啦。来啦。阿瑶，你本来受伤啊。无啦。无代志，阿妈是要问你，你还会记得哈？以前你跟那个李文珍的代志，我知影了后，我相信你还会记得跪在家，跪在家就抓讲讲，从此以后你绝对袂阁再见面，你会记得袂？啊？好吧。我迄个时阵安尼做，是真心想要挽回我的家庭。可真实是，伊就是唔肯接受我。后来伫我上届失志、上届落魄的时阵，你敢知影？是李文珍一直留伫我身边，支持我、鼓励我，佮甲我斗相共。我即摆到即个地位，我佮有法度升做副总的。所以讲哦。想对我好，想对我唔好，这拢已经做明的。敢讲对我好，你淡薄好处，你是非道德，都拢放袂记。是非道德，妈，是非道德是值偌济啦？敢会正钱？在我失去头路、失去一切的时阵。真是应该会，拢安尼看我无，一直在甲我糟蹋，所以这就代表，在这个社会，若是无钱无地位，什么拢是假，什么拢不是。哥，你想说你干嘛讲话啦？妈祖少年时阵都拢伫高分啊，从来唔捌出去看过外口的世面。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这社会是偌尔现实的。我跟你讲啦，我今天安尼做是对还是不对？时间会替我证明一切。就准讲我伫你心肝内，真正是一个毋捌见过世面的人。啊，不过上无输几两字，我才拼了下。哎呀哇！阿妈看你绝对唔通安尼做啦，你知影无？你若安尼做吼，两个口无法度做朋友啦，莫去跟人抢啦，好无？阿妈，那连你都要苛劝我，我当作你上听我，所以你一定站我这边，一定了解我的用心。阿妈敢讲，你已经无认，我是老家的子孙啊？这边哪有可能啦？阿妈绝对无可能安尼做，恁四个囡仔哦，是阿妈想我宝贝的孙呢。既然是安尼，你就爱参像爸同款，只是让政府留伫我身躯边，安尼唔才对。袂用的啦，囡仔都爱留喺老母的身边才对啦。谁讲的？我跟你讲啊，政府若是要讲的，伊一定卖选择我这个爸爸。这边哪有可能啦？哪无可能？就参像当初时，爸甲妈离婚的时阵讲真的啦，我是确实要甲爸大做伙。哥，你即摆是了白讲啥？迄个时阵，你明明讲咱四个囡仔刚刚想要甲妈大做伙，你是安怎即摆讲的？甲之前讲的无同？迄是因为迄个时阵，爸迄个妈挂出去，我行无所在通住，我才会对恁讲的。你刚才你即摆安尼讲，
哟，妈妈话艰苦。其实我只是想要让妈知影我的，知我的心情尔。我只是希望伊会当徛伫我的边头替我设想，莫甲伊伫做阵，政府留伫我的身躯边。所以你即摆意思是讲，你咧怨恨，当年我甲死的囡仔揣伫个身躯边，我咧对我咧吃苦啊是？妈，我只是想要甲你讲，我唔呐爱你，我嘛作爱爸，我嘛作想要甲伊斗阵呢。这跟我怨恨你有啥物关系啊？我想袂到咧，我真正想袂到。你为着要抢囡仔的感冒权，你即马家己我的面头前跟我讲这个话，我讲的拢是事实。刘佳雅，你是好阿伯啊？无你即马是安怎？除了你上大心无，你是啥物态度啊？行啦，你来讲啦，啥物讲啥？即马是安怎？票被变好人啊！我跟你讲啊。你跟安怎票白，你拢是有案底的啦。啊对啊，即卖刘佳丽，甲较早做律师的时阵，用尽心机，就是要替家己客户赢官司。迄个刘佳丽完全拢是无共款的两个人。你哪边阿坐啊？男的你嘞？老副总，你当初抱着李文哲的大腿，你得当晋升上流。在我看来吼，你这马行为根本就是卑鄙下流。刘佳丽，我跟你讲啦，人本来就是想要变较悬的。假使你若是认为你这马做一个小小服务生，就是有好难的，我嘛无啥物好讲。咱两个拢捌犯过错，你莫白记一件代志，才无人对不起你。你也家己知影反省啊。我就是一定有替反省，所以我才想要站出来替家己争取。我咧讲啊，我知影你已经无较早迄个野心嘛，不要紧，我拢已经有心理准备啊。以后老家就靠我就好啊。你即摆一切拢是林正给你的，你靠抱伊的大腿，食软饭的人，可以当这么不自信啊？你哪会变安尼啊？你敢讲什么情况啊？啥啊你？乖啊你！哎呦，别忘记啦！你两个兄弟妈的冤恨，哎呦啊！拄只阿你讲安尼嘛无唔对啊！你真正唔通讲哦，可怜文正乎你可呢？你是要利用伊哦？唔当啦，咱做人。都应该脚踏实地较要紧啦！阿妈，我就是为你脚踏实地，为你认真过生活，现在大家拢唔体谅我，拢唔肯我，你替我设想，今天呢我嘛无想讲啊！哎呦，阿妈，你怎么把妈杀到？我唔是掉个脸做啥子啊？你把妈杀到，其他啥人根本出错哦！要是要回事，你哪会跟我狠心的？你这做出来的，那你做那这阿爷过家，你大声！你妈，赶紧去给妈回事了。阿妈，我拜托你，以后我来想的时候，你莫一直我烦嘞，到时阵大家拢又搁要怪我啊！你是要讲什么笑话？你给阿妈杀倒呢？不该回事的，等等怪，你刚刚是人啊？你是小白啥？你了贪了变阿济？我来讲啦，你只是一个拐船的人，你哦，一世人狗干啊！你，